只见银行大门口被台风吹得乱七八糟，玻璃不敌强风袭击，被吹到掀了起来，而墙面歪斜凸了出来，画面相当惊人。而银行周遭也紧急拉上了黄色封锁线。这里是高雄市的一间银行，山陀儿的强风豪雨让银行的围墙直接被吹翻。更近一点看，附近花圃的盆栽也不敌强风，倒在路面上，而街道上面都是被台风吹落的建材，现场一片狼藉。辖内银行侧玻璃围墙遭强风吹损，立即派员到场协助管制，现场以封锁线为起，管制人车靠近，避免损害。山陀儿夹带惊人的风雨，连银行的围墙都被吹翻，所幸当时并没有波及到附近的民众，而警方也紧急拉起了封锁线，管制人车靠近，并且加强人力巡逻，以免发生灾情。东森新闻严志良高雄报道。